好了，天气凉了，我们中国人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吃火锅啊。火锅呢，有麻辣锅底的啦，有白汤锅底的，有海鲜锅底，有番茄锅底，各种锅底之外，大家也很喜欢蘸料啊。蘸料多数呢都比较油腻，所以你的海鲜锅底也好，什么锅底也好，你吃了这个涮的这个材料，有这个牛肉，有羊肉，有甚至猪肉啊，那么吃下去了就有三高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现在来避免三高，所以我们来教你一个清酱。清酱的材料很简单，也就是新鲜的辣椒和这个香菜，那它有很丰富的 vitamin C 啊，可以帮忙解腻，也可以防止这个三高，可以中和一些这个脂肪酸的作用。好了，那么我介绍这个好像有点复杂，你看这个材料很多，那有没有捷径呢？有没有小撇步呢？有的。好，来看一个秘密武器啊，大家看这个 Pangu sauce。 Pangu sauce 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带着柠檬香的一个酱料，那么这个酱料呢，你如果使用它的话呢，你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用4盎司的这个 Pangu sauce 对差不多1茶匙的白糖，你把它打在一起呢，也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了，是一样的效果，而且它这里有很好的柠檬香，非常好吃，也很方便啊。好，那么希望你可以过一个又暖又愉快的冬天。